洁癖，爱干净，太热了，脏不脏啊？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。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，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哥俩孪生兄弟，双胞胎呀、啊，英文叫猝死，猝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叫什么玩意儿？猝死。干嘛要死啊？吞死。吞死。对呀、啊，我是弟弟。哎，我叫郭亮。郭亮。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。这里有郭吗？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，就是郭亮。站在我旁边这位介绍我了，这不是外人，是我的亲哥哥。那是，他叫郭阳。哎，郭呢跟我这郭一样，阳是八面朝阳的八。我叫郭八。我哥哥郭八呀，这今天阳啊，阳。我哥哥杨八呀。什么杨八呀？那你不叫郭阳，你叫什么？郭八呀。有意思吗？不是，我说哥哥，你这脑瓜也太慢了。我这脑袋好使着呢。你看，一说这就不服气，一说这就不服气。废话，当然了啊，他脑瓜慢这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，爱生病，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，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，那是猪，七八斤。七八斤，对，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，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八斤，俩人八斤，我才七斤九两。一说就有伤心，不是你先别伤心了，嘿，嘿嘿嘿嘿，俩人总共八斤，你七斤九两，我才一两，我就桃核这么大，我还能活吗我？刚出生的时候啊，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。那我还有脑袋吗？我说实话，您看我们哥俩啊，虽然长相一样，对，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，是吗？我喜欢唱，哦，我喜欢说，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。什么呀？你就音乐达人呀？你会什么？我还不知道吗？不是哥哥，我听你这话茬儿啊，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。什么叫薛微呀、啊？我根本就不信啊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跟你说件事吧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美国知道吗？知道啊。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，美国人也瞎了眼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叫瞎了眼了呀？啊，开演唱会哦。这兄弟，我没把你忘了。怎么意思？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。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。这里还有我呢。怎么了？我可不去。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，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。我给你唱两句不得了吗？唱两句我们听听。我给各位唱两句。好啊，行不行？好，来听听。这么着，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，周杰伦的。谁？周杰伦。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。哇，你别砸死我到时候。周杰伦啊，周杰伦。对啊，周杰伦有一首歌曲《菊花茶》，你听过？有铁观音吗？歌没出呢吧？没听说过。菊花台，菊花台啊，这歌行吗？行啊，你听这个，我听听。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。哦，还有前奏啊。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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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条大河波浪宽。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？这不我的祖国吗？不是哥哥，你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我用嘴哼哼，我不习惯。你什么？用嘴哼哼，我不习惯。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？往哪看呢？什么叫我用嘴哼哼？我不习惯呀、啊。不是我唱歌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。吉他我们这儿没有，你那儿有？我们这儿有怼他。什么叫怼他呀？那个呀叫吉他啊，吉他，吉他有吗？什么？吉他有吗？这话问的，这是哪儿啊？平谷影剧院呀、啊。
别说一把破琴了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？我要媳妇儿，有吗？呵，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，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，我给你拿琴去啊。是，我跟您说各位，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应了一句话，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，他也炒不出那好菜。废话，没手能炒菜吗？来，这是那吉他，就是这个啊，就这个吧。跟您各位说，有了这个，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。干嘛要做个汤啊？还得，等会儿啊，掏一下拨片。贺家伙，行吗？先试试琴，我想先试一试，行吗？哦，先试一下琴，可以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告诉我，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？怎么了？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，我在台上等你。不是，我试试，我开开手指。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？这个，我开开手指啊！我怕什么森呢？你开什么手指？你直接来啊！怎么了？啊，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？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都是我的歌迷呀、啊。这都是你歌迷？那当然了，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，是吗？各位，咱配合一把，咱让他看看怎么样？嘿，我接下来我唱什么，您可得注意听了啊！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。如果你想发财，你就拍拍手；如果你想发财，你就拍拍手；如果你想发财，你就拍拍手；如果你想发财，你就拍拍手。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。看出什么来了？今儿来了不少财迷。财迷像话？废话，您还挺配合的。是，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，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？没问题呀、啊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各位，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。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，这歌马上就得火。呵，那我们得听听啊。你听听这个，比小苹果都得火吧？小苹果是歌吗？呵，是新歌吗？好，都听听这新歌。这上个礼拜的新歌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行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，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？这不甜蜜蜜吗？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？啊，换，这不是新歌啊！甭这么说话，哥哥，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？换一首歌，你听这个，哎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行，甜蜜蜜，不还是这歌吗？没看出来啊，哥哥，怎么了？你会的歌不少啊。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，你听这个，你听这个，哎，这节奏型多好啊！啊，在梦里，听过吗？听过，这歌叫什么呀？糖尿病。什么叫糖尿病？废话，有完没完呀、啊？甜蜜蜜，甜蜜蜜，甜蜜蜜，三分了，都齁死我了都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干嘛呢吗？你干什么呢？我这叫开嗓小唱，不是真格的。我开开我这嗓子，嗨，你早说，现在开开了吧？没问题了。那来吧，这么着，各位啊，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。哎，来一真格的。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。美国乡村，歌的名字叫啊 ，My Hometown。美国乡村，和他自己写的，嘿。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。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屯儿。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啊，
可是有山有树林。停，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。你这歌叫什么？ My hometown。 干嘛喊我？大点声，这歌叫什么？ My hometown。 你这歌啊，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哥哥，是吧？中文名字就这么定了。然后咱们一到美国，一吃一什么都不会，上这儿蒙人来了。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，那歌马上就得火，那歌都火糊了，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？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？听像买耗子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就你这样，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？啊，就你这样，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？谁说对得起了呀？这真是你歌迷这个。就你这样，你对得起啊？你对得起灯泡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、啊？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，我看你有点恶心啊！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。嗯，不是，那我问问你，那咱这美国，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？那咱这组合爱跟谁组跟谁组，那咱这歌爱跟谁唱跟谁唱，你跟主持人唱，跟谁唱都行，就我不跟你去。那咱这一千万，你别跟我提，这都多少钱？一千万。对，您怎么知道啊？他是请你那个。你别闹，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你这背着琴累，来，我帮你来。我不，我累什么呀？我啊，我累什么呀？我美国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你跟谁去？你跟谁去啊？我得照顾你，兄弟。你照顾你，给我机会说话吗？你给我机会说话吗？你瞧你这儿啊，汤汤汤汤汤，跟吃了脏东西似的。我跟您说，各位，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，让你也长长见识，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，纽约的希尔顿如家。汉庭啊，速八都可以啊，哥俩一人一千万啊，一人五百万，坐那儿咔咔，咱俩点钱，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？拿哪儿点呀、啊、这个？啊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你有损我形象，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，就你这样的，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？啊？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？嗯、啊，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？你对得起这灯泡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最恼你一句话啊，还我怎么这么难看？咱哥俩一模样、啊。你不去啊？我问主持人去不去？哎，兄弟，听我说啊，别闹，知道吗？有这么一句话：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，兄弟心连心，黄土变成金呢。你琢磨琢磨，明白了什么意思？我白说了，什么意思？不是美国，我得跟你一起去啊！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啊？我这不照顾你吗？早麻去了。再说了，你唱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。咱来了呀，来了啊！那行，你挑歌吧。那行啊，那这么着吧，哥哥，咱俩合作一首歌曲。好啊，如果掌声热烈的话，我就带你去，行吗？行啊，那行。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，啊，庾澄庆的。什么歌？情非得已。哟，这歌好听啊。这歌会吗？好啊，职工指令咱唱一遍。行啊，行吗？各位，嘿，来这个，现在开始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，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点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哭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
怎么样，兄弟？没问题了，美国没问题，美国我带你去定了。好啊，不但带你去啊，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还有组合名呢，咱们就叫活灵活现。好名字，我叫活灵，我叫活现，我去你的吧。